20分鐘就已經做到呢個效果，我自己覺得係幾 surprise 噶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ky， 今日咧就喺網上搜羅咗幾個人氣爆燈嘅平價去黑眼圈大法，睇下係咪真係有用先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用鐵匙羹敷眼底啦。啲人話用鐵匙羹敷眼底咧可以去到黑眼圈，係因為可以減少到收縮同膨脹嘅血管。啱啱咧就放咗喺雪櫃15分鐘啦，而家就可以開始敷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个温度同室温差唔多，咁可以拎佢落嚟啦。你见到咧同未敷之前系一模一样噶喎，敷咗2-3分鐘，其实都已经暖噶啦，咁所以都唔系敷得好耐。但系对于退黑眼圈咧就冇咩作用啦。如果要比分嘅话，呢个方法我会俾2分啦，始终佢都有少少消水肿。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用茶包热敷眼底啦。网上啲人啦就话，因为红茶入面有咖啡因同埋抗氧化剂，可以帮助刺激眼底的血液循环，收缩血管同埋减少皮肤下面的废物嘅。方法都是很简单，用热水冲好个茶包啦，摊冻咗之后咧就可以敷上眼底噶啦。而家温度就差不多，就可以敷上眼啦，暖暖地好舒服，好似碌鸡蛋咁。好似都差不多了喎，你哋觉得有冇效果啊？好似是有少少，后半段嗰度咧，好似淡咗啲咯。呢度系由呢度开始去到呢度都系黑眼圈啦。呢度咧就而家最深色都系集中喺呢一个眼头眼中嘅位置，眼尾呢度好似系好咗啲咯。呢个方法我俾3分咯，起码有少少效。第三个方法咧就梗系唔少得要敷青瓜啦，因为本身青瓜咧系有亮肤同埋紧致肌肤嘅特性，所以定期敷青瓜。是有效可以去到个黑眼圈的，敷10分鐘就有效的了。那我就现在敷一下先。10分鐘过去，好，那就可以搣下来了。嘿，嘿，你觉得去不去到黑眼圈啊？好像没什么分别。等我仲满心期待，个黑眼圈依然都喺度。呢个方法咧，我会俾1分啊，因为39.9嘅两条日本直送有机青瓜，跟住仲要敷完只眼都冇用，我有啲唔开心。最后一个方法咧，就系会用到有金箔啦，同埋鱼子嘅眼部产品，因为呢两种成分咧系可以平衡到眼底肌肤嘅正负离子，将珍贵嘅成分咧直落肌肤。其实市面上咧好多含有金箔同埋鱼子嘅产品咧都唔平噶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 Sino 嘅黑眼疗金箔眼膜，除咗有啱啱我讲嘅珍贵成分金箔同埋鱼子之外，仲有两只专利成分，再加维他命B3 同埋维他命 C， 佢声称只要敷20分鐘就会退到黑眼圈，今日就试下佢啦。用之前咧，我都会习惯咧熬一熬上面嘅眼膜咧，都会沾到精华啦。佢咧就教源头嗰边咧就黐去眼头嗰个位置，哦。尖头嗰边咧就向翻眼尾啦，而家就敷20分鐘，转头翻嚟睇下效果点啦。20分鐘过去啦，咁就可以搣翻个眼膜出嚟。20分鐘就已经做到呢个效果，我自己觉得系几 surprise 噶。敷呢块眼膜嘅时候啦，唔惊佢会滴水啦，唔惊佢会碎落嚟啦，又或者唔惊佢会跌落嚟。睇翻个盒咧，佢就话自己有专利活性肽啦，同埋专利草本萃取精华，可以减淡到沉淀黑色素同埋排走呢个乳黑嘅毒素。维他命 B3 加维他命 C 可以阻隔黑色素形成，令到眼圈白翻晒，一片就可以做到断黑、去乳、亮白三个功效。
眼膜咧係 gel 狀質地，咁所以咧敷上眼嘅時候咧係會非常貼服。你可以一路敷眼膜啦，一路可以做其他嘢都得嘅。官網仲有教平時放落雪櫃，咁用嘅時候就可以冰冰涼涼去埋眼軸。呢個方法我會俾五分，我自己都幾推介大家入手呢一個 Sino 嘅黑眼療金箔眼膜，可以解決到黑眼圈同埋眼紋嘅問題。細細一盒咧有成30对，即係可以敷足一個月嘅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做一個有珍貴成分，有金箔有鱼子，其实性价比真的非常之高。这盒 Eye Mask 在 Sino Mall 和万宁都有得买啦，大家如果有黑眼圈问题的话都可以试一下。